还要再补上吗？还有两次。这是保存还是啥意思啊？要改参数啊，它最后一次补胶不能用那么多胶啊。啊。没胶了吗？打完了？还有一次没有？你肯定还有几次啊？刚刚是补了几次吗？打了三次是几次了？是不是四次了？好像是四次。是四次还是三次？是四次。好像胶好像不怎么多呀，怎么回事？没胶了，没胶了，就这个吧，再多补几次。慢慢就行了，没胶了，真没胶了。我感觉没胶了，真的没胶了。多补几次吧。哎呦，这个好脏啊！你看，我就知道空调机没气了。空调机没气了，那怎么办？这小胶量慢慢补嘞，多补几次。出来的胶越来越少。再补一次吗？补到满。再补一次吧，感觉还低了一点，是不是？嗯。
拍一个近景，看一下平没平。嗯，重量。重量。你看看，我对着一个就过了。多少？看没有。怎么看不清啊？看一下。看没有？看了，看到了。每一个都是3.6吗？应该每个都是3.6。3.557。五八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看到56。3.60。59。59。看不清了，3.52。53。53。53。53。50。50。嗯。对了。没了，没，就一条产品了，这也没了，就一条产品了。